站另外一边吧，就在左边。跟同学讲脱裤脚啊，你别敢上台。看同学，你的同学在哪？是看不是灯。那为什么要给你三分之一？啊？那你在算周长的时候，除了算那个弧长，还要注意记得加上什么？几个半径？同学们，可以？可以吗？方丈可以吗？方丈，请。哪里不清楚？快。他骂人的时候也没那么小声吧？他骂人都大声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太难。所以第一个算周长，第二个算面积，都要记得，重点在比例哦，不是翻白眼。来，所以掌声鼓励。